两个宝贝，咱们今天玩一个游戏好不好？妈妈这里呀，有这个拼图的板儿，咱们给它拼起来好不好？咱看看谁拼的最快最好，妈妈就给他奖励好吃的，行不行？行。来，我先发一下哈，这个给姐姐，让姐姐拼；这个小蜜蜂的给妹妹，让妹妹拼；还有这个鱼的给妹妹，让妹妹拼。啊，给姐姐，这个青蛙的这个给小妹妹，来，开始拼吧。啊，好，开始拼吧，看看谁拼的最快。你帮我拼。没事，你自己拼就行。小妹妹可能有点慢，妈妈帮你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你拼青蛙吧，我给你拼这个小蜜蜂，行不行？行。我来拼一个，这是你的青蛙的头，应该是。拼完了。哇，姐姐好快呀，我这还没开始呢。我第一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妈妈来帮你啊。我第一。我第一。啊，你第一。妈妈来帮你也不用怕，是不是宝贝啊？嗯。妈妈好慢呀。妈妈，小蜜蜂给你拼好啦，我看看姐姐拼的。我也第一。姐姐拼了个大象。我第一。对，二宝也是第一。青蛙，小妹妹拼了个青蛙。姐姐还拼了一个鱼，对不对？都拼得很不错。那个妈妈呢，都有奖励，行不行？行。在这等着，我给拿奖励去啊。妈妈这里啊，有一个薯片，你俩谁想吃，选一个吧。你想吃吗？妈妈这里还有一大盒麦丽素，给妹妹吧。这是你的奖励。